Hello, everybody！ 我是你们的 Luffy 老师。今天是初十啦，最后一天了，由我们的 Blackpink， 你知道吗 ？Blackpink 来结束我们的年假，准备开始收心上班。虽然我早就开始上课了，那这一次我们十天的新年特辑，大家还喜欢吗？你有全部都看过吗？如果没有的同学，从一看到十。看到今天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因为我们的频道是没有收益的，所以这种教学影片多看几次，我才有机会把那个广告不要跳掉哦，这样我可以加减赚个两三块这样子。来，我们准备教学我们今天的 Blackpink 的 Shutdown， 虽然这首歌已经有点久了，但是我觉得跳起来非常有感。来 ，Blackpink 的 Shutdown，Dance Workout 的有氧版，这首歌总共有七组动作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七组动作。如果我记错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就改这一组，总共有六组动作。这个这一剪进去，可能会是七组，可能会是六组。开始，第一个动作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前奏的时候随便做什么都可以。那我是做 wave， 你可以这样做一个基本的 wave， 先练习一下，先暖暖身，准备要今天的。Shutdown 的动作比较多一些些，比较特别一些些，所以我们小小的热身一下。来，第一组动作，手从上面摸下来，然后要开、收、下、上，再叫摸下来、开、收、下、上、开、收、下、上、摸、摸、开、收、下、上。所以手一定要 hold 住，那脚步呢就是踏步而已，踏踏哒哒哒哒，踏踏哒哒哒哒，脚跟你的手没有任何关系，脚就是踏他自己的，手就是做他的。那整首歌的前面的三段动作的音乐的都是这样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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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用这个感觉去跳它的节奏。来，再做一次，然后手跟脚加在一起，五、六、七 ，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哒哒哒哒，再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哒哒哒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哒哒哒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哒哒哒哒，速度比较快一点点。这个完了，接第二组动作，脚要给我踩踢勾，踩踢勾，走走。走，踢勾，踩，踢勾，踩，踢勾，走，走，走，踢勾，可以的话就踢起来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觉得这动作太复杂的同学，你就管踢就好，因为你踢只要放轻松，它就会勾回来，对不对？你踢放轻松，它就会勾回来，你就管踢就好。手的动作是抓，抓，走，走，手，丢，抓。抓，走，走，走，丢。你如果觉得丢不顺，你也可以当作啪打一巴掌，行，加在一起都可以。手跟脚加在一起就是抓踢勾，抓踢勾，走，走，走，丢，抓踢勾，抓踢勾，走，走，走，丢。这是第二组动作，接下来第三组动作。丢完了之后，手推推身体位，推推身体位。可以的同学，我要你十一个位，脚啪啪脚就好。推推位啪啪，推推位啪啪，三组动作了。接下来第四组动作就开始是副歌了，副歌就比较困难，比较复杂一些些。副歌呢有两组动作，副歌里面有两组动作都是比较复杂的，希望大家好好的把它练起来，跳起来会非常有成就感。第一个动作我们练习脚，脚的动作是右点、左点、右 and 右，左点、右点、左 and 左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如果你 OK 的话，我们进阶版就会是右 and 左 and 右 and 右，有一种把它打开的感觉，开 and 开 and 开开。
手呢是这样子，右脚就会是左手，手打开水平的手肘，拉开来换边，拉开来换边，转上下，再看一次哦，拉开来换边，拉开来换边，转上下，看下来，然后换另外一边，拉开来换边，拉开来换边，转上下，小小的复杂，对不对？多练习几次，手跟脚要夹在一起，跳起来就非常炫。加在一起看哦 ，Level One， 脚前点的就好，就是拉开来换边，拉开来换边，转上下换，拉开来换边，拉开来换边，转上下。进阶版本，膝盖往外开的就会是拉开来换边，拉开来换边，转上下换，拉开来换边，拉开来换边，转上下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level 去做副歌的第二组动作，手往前抓进来，接下来给我一根手指指上去，再这样抓进来，指上去，搓搓搓，拍手，搓的时候把你右手往左斜上方搓，左手往右斜下方搓，所以你会有个交叉的感觉，好，交叉的感觉。你有这个交叉的感觉，然后斜的打开，斜的打开，拍手，再张，抓进来，指上去，搓搓搓，拍，抓进来，指上去，搓搓搓，拍。身体呢要有这个感觉，往后的位置，往后的位置，往后的位置，连续这样子。抓进来，指上去，搓搓搓，拍；抓进来，指上去，搓搓搓，拍。加上手，五六七go。抓进来，指上去，搓搓搓，抓进来，指上去，搓搓搓，拍。这个如果加在一起的话，跳起来会非常的有感觉。而尤其是你跳熟了之后，别人很难跳到，就你可以跳到。搓搓完了之后，肩膀借我。抖抖肩，落地；抖抖肩，落地。踩右脚，哒哒哒，啪，哒哒哒，啪。抖肩的时候，手往上，哒哒哒，啪，哒哒哒，啪，哒哒哒，啪。这个感觉。最后一个，从斜的带下来，指下去；斜的切下来，指下去。副歌的。两组动作就完成，第一组是这个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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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肩膀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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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组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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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一样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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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就从头开始。第一组动作完完整整再跳一次之后，就接上第六组动作。接下来是第六组动作，你想象一个放烟火的感觉，放烟火，双脚打开，从中间咻打开，落地了之后，我要你往下压，身体要压下来，下右 N 下左 N， 屁股推起来，跳下右 N 下左 N。但是身体留在中间，所以我这样 ，one two， 咚哒哒咚哒哒 ，one two， 咚哒哒咚哒哒 ，one two，one and two，three and four，one two，three and four，five and six。最后一个动作，下半身先学，屁股右 and 左 and 右右左右左左，下半身就这样子。来，手是带起来，然后指下去，带起来，然后指下去，三二三四四二 ending pose 的时候，最后一个指下来要 boom 一个震动的感觉，结束，这首歌就教完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跟我一起跳起来吧，点下去，跟我一起跳起来吧。
Thank you.